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奥比昂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中赤几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同赤道几内亚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好伙伴，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的最鲜明特征。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始终守望相助、风雨同舟。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成为中国同非洲国家真诚友好、携手发展的生动写照。新形势下，巩固好、发展好中国同赤道几内亚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期待。中方坚定支持赤道几内亚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反对外来干涉，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愿同赤道几内亚以提升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各领域、各层级友好往来，深入开展改革发展、脱贫攻坚等领域经验交流，为两国传统友好注入持久动力。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赤道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赤几推进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的努力，愿将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同赤道几内亚“二零三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紧密对接，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效。中方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赤道几内亚投资兴业，愿同赤几分享农业农村领域发展经验。 继续开展农业技术援助项目，充分发挥中国医疗队、中国赤道几内亚友好医院等作用，深化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让两国传统友谊薪火相传，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中方愿同赤道几内亚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展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中方愿同非方开好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进一步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团结协作，共商未来发展合作大计，开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奥比昂表示：“中国是伟大的东方国家，是赤道几内亚的好兄弟和可靠战略伙伴。” 两国建交五十四年来，双边关系始终保持友好发展，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国同赤几的合作始终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从不强加于人。中国援非医疗队帮助修建的中赤几友好医院等重要项目，造福了当地人民，成为非中友好的象征。赤几愿向中国敞开大门。 欢迎中国企业赴赤几投资合作，助力赤几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实现国家持久健康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推动人类和平进步，打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赤几高度评价中方为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积极努力，愿同中方加强在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等框架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赤几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所做的努力。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关于投资、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奥比昂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